我们半音合唱团一直都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台柱，我们感谢我们的指挥，还有我们的伴奏方老师，还有所有的团员，就感谢他们的五点，差不多五点多就都到了，大家怕那个 traffic 不好。最后呢，他们表演完结束以后，等一下会有陈牧师带着我们大家祝祷。祝祷结束以后，我请大家一起合唱那个台湾，所以先还不要离开。那我们唱台湾的时候呢，我也希望，如果你去年在这里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们大家可以手牵手绕场一周。所以我需要 volunteer。Vera 还在这里吗 ？Okay, so Vera, you're gonna come out and lead for us later. 那另外 maybe 郑熙坤可以帮我们带另外一边这样走一圈。郑熙坤看到，感觉他看我。Thank you.
歌词了。